大家晚上好。那今天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五条港的另一个庆典。什么庆典呢？就是庙会的庆典。那边 speaker 太大声了。那今天的庆典呢，是五条港的山海教。当当当当，就是多亚贝啊、里亚贝啊的 birthday 圣诞。那今天他们有办一些庙会的活动，热闹一下。那这种庙会活动呢，也是五条港常常突然间会爆出来的一种大活动。那活动的主要时间点呢，就在白天进行庙烧香的仪式。晚上呢是什么东西呢？晚上就是那种大吃会啦。看到我们大吃会，很多客人也在问说，五条港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呢？其实我也很难捉摸，因为突然间收到风声说，这个礼拜又有大庙会的活动了。那有什么吃的呢？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庙的庆典之前呢，我的好兄弟收到通知，请我帮他们拍一张那个庙的照片，要当布景。那三天前拍了过后呢，想不到非常有效率，现在已经好了，拍下布条。那本来这张照片呢，有一把扫把，后来那个扫把他们踏下掉了，为了赶这次活动，因为有点急，所以我们还会蛮赶。我三天前才拍给他们啦，结果三天后今天已经出来啦，是不是很有效率？来来来，我的好兄弟，一般好朋友，开始唱。兄弟啊，兄弟啊，好兄弟。那今天呢，很幸运的一些客人又入住了，所以就带他们来参加这个大吃会。那我也要准备要去吃的，好，那吃饱再跟大家报告吧，就这样，下次有什么大吃会我再来通知大家。OK， 拜拜。